在社會上面每一個處於弱勢的人都會感覺到共鳴的。這套戲給了一個很好的機會給大家看到原來人是可以這麼脆弱的，如果我們大家不幫大家的話。很久都沒看過一齣戲令到全場的那麼多觀眾都很感動，因為它是基於一個真實的故事，我也都自己很喜歡裡面的原創音樂，每一首歌都很有它的意義，還有都寫得很好。這套戲裡面的 那兩隻歌是真的好聽到不得了，還有是很 fit， 是很這個配樂做得非常之好。如果今年只是可以看三部電影，這個一定是其中一部咯。很 inspiring 的，因為無論他的性別或者他年齡 whatever， 基本上每個人都應該是有同樣同等的機會或者對待。我就希望這套戲是令到人會覺得感動。 Very moving and I'm just speechless. Great tale about not being practical but being human and kind. 現實到現在都還是不公平的，但是不可以放棄爭取。 Highly recommend this film. You heard all the wonderful things that all my friends say. Come watch this film. It's awesome. 咁有呢個世界有好多細路仔需要人哋關懷，需要人哋愛護，因為性取向三個字咧，令到佢哋得唔到關懷同愛護。咁希望呢套戲能夠帶出嗰個公平同埋背後嘅一啲反思咯。每一個人都需要愛，就算外人覺得他們是不正常的，但他們一樣是需要愛。其實在這個世界上真愛是很重要的，看這套戲你知道什麼叫真愛。這套戲真真正正是關於一個愛的電影，這套戲帶出的訊息就是愛其實是可以真的穿越一切不同的觀念、不同的隔膜的。我非常之推薦大家去看這套戲。你身邊有一個你愛的人，無論他是你的情侶，或者是你的仔女，或者是你的父母，或者你關心一些香港的弱勢社群，你都應該去看這套《大愛同行》。 I believe in us and I believe no matter what we have right on our side. Will you tell me a story? Okay.I like happy ending. Don't we all, sweetheart?